不舒服啊！它开了。开了，正在动，有没有正在动？我们都好吵，开心啊，宝！兴奋到摇屁股，赵小乔趁休假带着全家体验第一次的游轮之旅，还没上船就让他们惊呼连连。爸爸走了。爸爸，你看这是我们的船，有没有好大啊？哇，好高哦！看不到水上，就另外一栋建筑物的概念。救生艇啊，怎么救人的船？请原谅他的中文。吃的很吃完饭，现在三点要来做船上的安全演习。人家安全演习，你要嘴嘴，你要嘴嘴，你要嘴嘴。你的安全演习就是拿嘴嘴。哎，舒不舒服？你会看到什么？一。结果还不是海，当然啦，船还没开。这几天我们都在这边好吗？ OK。 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借嘴嘴啊？什么时候嘴嘴要丢掉？不要。哪时候丢掉？嘴嘴什么时候丢掉？它开了。开了，正在动，有没有正在动？拜拜。拜拜。我们要从基隆出发，往日本去喽！走，我早船，开心啊，宝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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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们这边看这个是龟山岛吗？我不知道。钓鱼。灯塔。哇，这个。对呀。昨天睡得很晚吧？我有嘴嘴。哪有嘴嘴？一定有嘴嘴，知道吧？什么时候嘴嘴可以丢掉？啊？什么时候？啊，这个是谁啊？小土 Benta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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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阿妈，你讲一遍。阿妈吃嘴嘴更不会讲了。啊妈妈妈，你们啊妈妈，就是对，好多人呢、哦。阿妈在旁边拍手，好滴水，耶、yeah, ，好可爱呀、啊，爸。耶，然后还有人造海浪，啊，这海浪还蛮大的哎，谁是小猫咪呀、啊？妈妈看，擦干擦干，要不关起来了哎、欸，开心哦啊啊！家宝宝是 Party 咖。Thank you.